本地官兵疫情有趋缓的迹象，七天移动日均病例数跌至4000起以下水平，是近一个月以来最低。卫生部网站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本地这个月25号的官病七天移动日均病例数是3610起，比前一天少了1540起，跌幅达到近30%。不过，卫生部长王以康较早前表示，随着本地年底节日活动的举办，官病病例仍有可能短暂增加。